我想问问两个亡人，一个是我公公，也是我父亲，只能看一个了，见见他们，看一个吧。嗯，今天先只能再看一个了。兔宝玉，属姓什么？他是八六年去世的，八六年。姓什么？傅宝玉。姓苏啊。是大丽人一个寸，宝是宝贝的宝，玉是玉石的玉。姓什么？没听懂。姓傅，傅、哦、大丽人哥寸。啊、哦，知道了。付出的付，嗯。傅宝丽啊。嗯。宝贝的宝，丽呢？对，玉是玉石的玉。啊，是宝丽玉。男的，女的？我父亲男的。嗯，阿修罗了，嗯。阿修罗了，妈、太感恩菩萨了。